不能恋爱咖啡屋。15岁那年，我被一个孕妇误会成小三给诅咒了，她呢，诅咒我一辈子没人爱。自从收到诅咒开始，我的每次告白都是失败的。我喜欢你。对不起，我有喜欢的人。无一例外。我还有自学证。我的心率只要超过190就会睡着。真正不能恋爱的人只有我一个。你多大了还诅咒？麻烦剑走偏锋也别这么偏好不好？喂，撞我那人还没联系我，你帮我查一下。如果这个肇事者他不是为了逃避，而是因为暂时没有钱，你这么想，他是不是就没有那么的招人恨了？恨啊！丁，小，刘，是你！哎，等等等等，真巧！哎，你跑什么？我不住这一栋呢。你有回信吗？按吧。我看你这种人不能恋爱，根本就是因为太会说谎。什么诅咒，什么猝睡症，还什么被你告白的男生3天内得到真爱。请问你愿意当我男朋友吗？愿意。我向你保证，你3天之内一定会找到女朋友的。真乖，吃口饭饭。诅咒是一次心理的问题，你必须要克服。你相信我学医的？嗯。我叫南菜菜，有需要的话 call 我。真的失恋30次啊？爱情沙尘暴，收视率太惨。这就是我要找的故事啊。为什么？我今天来是来谈合作的。说到底，你不就是想让我参加你的节目，秀给你卖惨吗？车辆索赔清单27万。楼上的。记得吗？3、2、1。嗨，这世界上哪有人喜欢孤独？不过是不喜欢失恋吧。你们有没有听过美女与野兽？只不过她等待的是公主，而你等待的是王子。你没事吧？亚马逊里的蝴蝶挥动一下翅膀，就会引起美国德州的一场龙卷风。然而你的一举一动都会在我的心里引发旷世海啸。就按这个感觉来，放轻松点。可是 Action。 想吃点什么？蝴蝶，一种亚马逊的蝴蝶。蝴蝶看什么来着？如果我的诅咒真的因为这个节目破除，就像是在机场等一艘船，你明知道他不回来，你也等不到，但你就是想离职。我不知道你对诅咒这么介意。我会等到我的那个人吗？谈恋爱有什么了不起的吗？谈恋爱就是很了不起啊。带你去个地方。8年前。你在雨中第一次出现，我一度以为再也见不到那个女生了。我相信终有一天，一定会有一个人打破你的诅咒。现在，你想要触碰爱情，一到关键时刻就睡着。你立时刻，但是当真的感情来的时候，你去退缩。石信他到底怎么了 ？Bingo， 李小柔，你全都猜对了。李小柔，拜你所赐，我家已经可以划水。要不你就在我家委屈2天，都是好姐妹嘛。房屋共享周期共为5天，共享期间内，电视、冰箱、洗衣机等一切家用电器，甲方有优先权。哎，谁是甲方？当然是我了。
那我是什么时间段使用？我不用的时间段。请扫码支付。等一下。好，我来说清楚，我解释清楚，但是他理解能力如何，我就不知道了。我喜欢男的还是女的？你试试就知道了。我的竞争对手并不在那些嘉宾中。我知道你也喜欢丁小柔。这个世界是残酷的，没有童话。我还是那个诅咒女孩，一个根本不可能得到幸福的诅咒女孩。也许是你以为只有你心跳加速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心跳的比你还快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。如果你很确定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就一定要去争取哦。你有什么愿望吗？我希望时间能够停留在这一刻。知道银杏的花语吗？一生守候，我还是抓不住，守护他身上一切美好的东西。瞬间我没有办法阻止你猝睡，但我会让你每次都睡在我身边。还能对话了？你醒了？